那我非常觉得非常开心很幸运呢，这次终于找到贺军翔贺小美先生来演金童玉女这个戏。我跟你的 focus 啊，我跟着。切的多一点，非常害怕，这个要多久了？开红的五十万，我要这样，一定要发动它这个车子，你才会感受到它的灵魂。然后当你坐进来的时候，你才会感受到你跟这台大牛灵魂跟你的人是合而为一的，那叫做什么？叫做灵肉合一。嗯，然后就剪接这样。然后嘞？我说 ，OK。It's rock and roll。你等到了吗？我一个 move。原来你妈是飞利浦痛啊。看 ，OK， check data。等你就。谢谢。我爸爸看着我。对，刚才上面有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耶！厉害厉害，再来啊！那这一次呢，也是我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参与电影的拍摄。那里面有很多挑战，是我要讲蛮多的，就是马来西亚语。希望，不管是马来西亚的观众、台湾的观众，还是内地的观众，都可以支持我们的金童玉女，好看哦。